小彤，你怎么啦？你不是去聚餐了吗？学生会那帮人一个装醉不买单，把我当成冤大头吗？哎，人家可能真醉了呢，又没说不给呀。一出店门醒的一个比一个快。小彤，你别那么小气嘛，这以后都是人脉呀。你还挺会替我着想的，要不聚餐的2000块钱你出，这人脉给你。哎，我又不是学生会的，凭什么我给呀？莫名其妙。 聚餐还吃的海鲜，我光明什么都没吃，给我气饱了。哎，要不咱们出去吃吧？我看现在还早，就当宿舍聚餐了。算了，太累了。要不我们点外卖在宿舍吃吧？哎，也行。你们要吃啥？我来点。我想吃炸鸡和披萨。啊，我要吃麻辣香锅、麻辣鸭脖、柠檬鸡爪，还有……我不太能吃辣。那你就涮涮水呀，我们都能吃，总不能让我们竞争你吧？没有。 哎，我还想吃烤鸭、炸串、小龙虾、生蚝，还有别的也就算了。生蚝是海鲜，你没听小彤说过敏吃不了吗？贵呀，不是点自己想吃的吗？他不能吃，我可以吃呀，我又不过敏啊。那聚餐的钱怎么算呢？我们不是一起聚餐吗？当然是大家一起 AA 啦。那大家就各点各的，拼一拼也能聚餐。我买烤鸭，那我就买小龙虾和蛋糕好了。小彤赛高，萱萱，你买了没？不买就别一起吃啊。 我当然会买的。嗯，怎么还有起重价呀？好了，放吧。嚯，还挺丰盛的嘛。哎，你买的啥？放这儿瞅瞅。啊，我听小彤说他饿了，你们又没点主食，哎，我特地点的，肯定能吃饱的。那。 你但凡买个炒饭，我都相信你这要说辞。我都点了自己那份了，你们有没有说要点什么？啊，我真服你了，你啊，饿了就先吃吧，我看东西挺多的，我叫呱呱来吃。吃好了。哦，我来开门吧。哎，你们来了，快进来吧，快进来。 这些都是谁啊？我朋友呀，还说这么多呢，大家一起吃，别浪费呀。不是你凭啥呀？哎，呱呱都能来，我是我朋友，不能来。来，随便坐，快。哎哎哎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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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啥呀？我就随便说说。开始装路人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男主可不黑料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内部消息绝对保证。而且啊，别追那鱼，那鱼。哎，我瞅着挺阳光一小伙儿，你别乱造谣了，我跟你说。不信算了。小童，我一会儿要去跟白羊打篮球，你有防晒吗？借我一下呗。行，我找给你。哎呀，张健，你都开始注意个人形象了，是因为白羊吗？不是，我就觉得晒不行啊。可是你以前都不在意啊。哎，你跟白羊发展到哪一步了？你不会还在惦记着林毅吧？那，谢谢小童，关你屁事。哼。啊，张健，拜拜。哎，富花，你新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我还放了很多好看的家具。什么新房子？还装修？嗯，你觉得这儿加一个东西怎么样？哎，我也出去一下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，我们宿舍那个富贵啊，他其实一直都在装穷，对吧？他说。你们宿舍那个富贵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挺好一人啊。都传到我们男生宿舍了，装穷骗什么助学金来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啊，富贵，学校传你是富二代，还买了新房装修，咋回事啊？啊？什么？该不会说的是这个游戏吧？啊？啥呀？就是这个，叫我大掌柜的虎扑模拟经营游戏。最近周年庆增加了厢房，500多平的豪华厢房，人手一个，超多 Q 萌家具自由搭配。我这个厢房走的就是美人鱼海洋风，现在上线还有超多回归福利呢。所以你们说的装修房子就这个房子？应该是吧。最近我跟富贵每天都在玩，都在宿舍讨论呢，是吧？看来这个传八卦的还是个内鬼呀。是不是你在传富贵八卦？什么呀？不是我，没证据的话你们不要乱说。
哎，富贵，我从学姐那儿知道一个大秘密，宿管阿姨把我们所有的违规电器全都二手卖了。啊？不会吧？确实如此。就我跟你们说啊，宿管阿姨其实在倒卖违章电器，我们所有的违章电器被她收掉之后，然后二手卖掉了。对，就你那个卷发。阿姨好，靠什么好？乐晚回来扣分啊！床铺不整理啊，扣分。私藏违规电器，扣分。阿姨，他也有啊。花里胡哨东西不许装，扣分。当女生宿舍有人双标，我好臭啊！啊，真的不骗你，榴莲真的贼好吃。你不信我给你看嘛。张静，你怎么在宿舍吃榴莲呢？去楼道吃呀。不好吧？去楼道会打扰到同学的。那你就去厕所吃啊，正好和厕所一样臭，特别合适。我去厕所吃，我看你也跟厕所一样臭，一起去厕所吃。我螺丝的哪里臭了？你还给我，是香的。还给我！哎，走走走，富贵，我们去厕所吃。还给我！自己说在哪儿吃？在宿舍吃，在宿舍吃总可以了吧？早说不就好了？来，富贵吃。嗯，宿舍怎么这么臭啊？是张静，她在宿舍吃榴莲。哎，你咋还恶人先告状啊？明明是你先吃螺蛳粉的。行了，别闹了，赶紧睡觉，别熬夜，明天还要看电影呢。我在做套卷子就睡了。不是，这都几个闹钟了，怎么还叫不醒他？要不要叫一下他呀？天哪，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看你这熬夜熬的，气色太差了。还有时间，你赶紧护肤呗。小唐，你是真关心富贵吗？怎么就给个老国货呀？肤浅！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可别瞧不起国货。真的呀，水嫩嫩的，感觉很好吸收哎。那就送给你吧。哎，富贵，正好我最近长了几条表情纹，你借我用用吗？哎，你抓点紧吧，睡到现在了还好意思要东西？他不一直都这样吗？张静，你有湿巾吗？借我一下呗。我哪有那玩意儿？嗯，萱萱好像有吧？啊？哦，我的用完了，你用纸擦也可以啊，一定要用湿巾吗？哎，你怎么还没好？你抓点紧吧。哎呀，马上好了，催什么催呀？真的是。好了好了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等我一下啊。刚才不去，现在去，这不耽误时间的吗？对不起哦。哎，那我们先去喽，耽误电影开场可就不好了，走吧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呀？咋的？谁爱去谁去。催我就拼命催，富贵干什么都行，你们也太双标了。没人比你更会狡辩。那你把码给我，我自己去看。慢走不送。喂，学长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我请你看电影啊，就我俩。